大家好，我是时事军事节目主持人夏洛山。自六月以来，随着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伊朗核问题谈判桌的沉寂，坏消息接踵而来。9月7日晚上，负责联合国核监察的国际原子能机构提交了两份严厉指责伊朗的报告，披露了令人悲观的消息，指出伊朗拒绝为联合国核查机构提供其过去一段时间的核活动报告。该监督机构还表示，德黑兰正在阻挠国际检察员的重要监督工作。以色列国防军参谋长阿维夫·科哈维中将9月6日表示，以色列已经大大加快了针对伊朗核计划的行动准备工作，因为伊朗可能在未来两个月内就将获得制造核弹所需的裂变材料。尽管从获得核材料到真正拥有核武器至少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但是德黑兰已经在可以预见的不长的时间内使伊朗成为最新的拥核国家，这是以色列绝对不希望看到的结果。以色列国防部长贝尼甘茨在八月对伊朗发出警告，以色列可能不得不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防止伊朗获得核能力。他说，以色列拥有采取行动的手段，并将毫不犹豫地这样做。甘茨补充说，伊朗离获得核武器所需的材料只有两个月的时间，我们不知道伊朗政权是否愿意签署协议并回到谈判桌上来。国际社会必须建立一个可行的 B 计划，以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步伐。在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竞赛中，以色列正在加大国防投入。科哈维表示，最新的国防预算增长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为了这个目的。这是一项非常复杂的工作，需要更多的情报、更多的行动能力、更多的武器装备。以色列正在为所有这些事情努力。伊朗似乎从美国失败的阿富汗撤军中找到了强硬的理由。德黑兰在不放弃核计划的前提下要求美国解除制裁，并表现出不急于回到谈判桌前，使伊核谈判的前景看不到光亮。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9月8日警告说，伊朗返回核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多了。9月7日，国际原子能机构发布的报告指出，伊朗继续增加其用于制造核武器的高浓缩铀库存，违反了2015年与多个国家达成的旨在遏制德黑兰核计划的协议。自今年2月份以来，由于伊朗拒绝让检查人员进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察设施，核查和监测活动受到了严重破坏。国际原子能机构告诉成员国，由于信息的连续性遭到破坏，他对正确评估伊朗活动的信心正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而且这种情况还将继续。一些监测设备的维修周期不能超过三个月，这意味着很快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失去对伊朗核活动的监测能力。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拉斐尔·马里亚诺·格罗西说，他愿意前往伊朗与最近当选的政府会面，就这一问题进行会谈。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消息，伊朗浓缩纯度高达 60% 的铀库存大约为10公斤，自5月以来增加了 7.6 公斤。浓缩纯度 20% 的铀库存约为 84.3 公斤，较三个月前增加了 62.8 公斤。截至8月30日，伊朗浓缩铀总库存估计为 2441.3 公斤。根据联合国全面行动计划的核协议，德黑兰只被允许储存 202.8 公斤的铀。该协议承诺以经济奖励换取其对核计划的限制。美国于2018年单方面退出了该协议。以色列国防军负责人表示，军方目前的主要目标是尽量减少伊朗在中东的存在，重点是叙利亚，但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不限于叙利亚，可能发生在整个中东地区，打击的对象也包括哈马斯和真主党。以色列国防军在整个中东地区以更大的深度和广度开展行动，他们不会等待威胁的到来，他们随时准备迎击任何挑战。与此同时，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9月7日在卡塔尔首都多哈警告盟国，德黑兰继续通过其军事行动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他说，伊朗对恐怖主义的支持及其向非国家团体提供日益致命武器的意愿破坏了我们大家所寻求的地区稳定，因此我们致力于共同努力加强区域安全和区域防御，防止破坏稳定的行动包括伊朗的核野心。伊朗新任总统莱西任命穆罕默德·埃斯拉米为伊朗原子能组织负责人。埃斯拉米与伊朗革命卫队关系密切，他是启动伊朗原子弹工作的官员之一。伊朗的新任外交部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西安
上周表示，新政府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来规划或做出任何形式的决定，以继续就其核计划进行谈判。这表明伊朗政权试图拖延伊朗核问题的谈判。随着伊朗核材料的浓度升高，谈判各国开始承认外交努力已经失败。伊朗正试图迫使谈判对手让步并减免制裁，而不急于证明自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谈判对手。这表明国际社会的让步只会鼓励伊朗加剧挑衅行为。9月9日，以色列外长拉皮德在莫斯科会见了俄罗斯外长谢尔盖·拉夫罗夫。拉皮德表示，伊朗在核武器方面的进展不仅会给以色列，而且会给整个世界带来问题。如果伊朗成功获得核武器，这将导致中东地区的核军备竞赛。他说，世界必须团结起来，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伊朗获得核能力。如果国际社会不对此采取任何行动，以色列有权采取他认为合适的行动。拉皮德称，伊朗是世界头号恐怖输出国。他警告说，如果伊朗不停止建立恐怖基地并向恐怖组织提供武器，以色列将采取必要的行动。7月，伊朗前总统鲁哈尼说，伊朗的原子能组织可以将铀浓缩20%和60%。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反应堆需要，可以将铀浓缩到90%的纯度。90%的浓缩铀就是武器级核材料，可以用于制造核弹。从伊朗生产60%浓缩铀的进度推算，不足8个星期，伊朗就可能获得武器级核材料。一旦拥有核材料，制造核武器对于伊朗来说应该不存在任何技术障碍。国际社会不能想象，一个支持恐怖组织的极端宗教国家，在拥有核武器以后，会对世界安全产生何等程度的威胁。今天的话题就说到这里，谢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见。